我的。哦，谢谢啊。主食来自朋友推荐的莫小仙流汁宽粉，我也刷到好多博主都说好吃，冷水下锅煮个三分钟就可以吃了。这挂满麻汁酱汁的宽粉也太诱人了，口感糯乎乎的，好像那种黏糊麻辣烫。这个麻酱实在是太合我胃口，下次必须早点。